从玉林坐动车到南宁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，等下到了南宁东站还要坐汽车到武鸣去，现在检票进站。这是九车厢，前面还要往前走。烧鸭饭，鸭腿啊，这肉啊，肉吧。
子摘一下。也能够录呀。他们有访客健康码，想要重试一下。可以拿着卡里。安吉客运站。这个是到武鸣市区吗？武鸣总站。师傅，这次到武鸣市区吗？好，谢谢。
三千块。